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西藏，你们可以去看看。好啊，周末可能不大行，我约人了。有事啊？约会吗？妈，八卦。 我已经进来了，你在哪里啊？嗯，怎么没有回？你到了吗？你在干嘛？ 你等我一下啊，下了接你。那你怎么也不说一声，会不会？哇！要不先把拖鞋换上。啊。你先看看，这边有个厨房，然后这个房子有两个房间。啊。这个房间的阳台比较大，是给你准备的。所以，我们要住在一起吗？不是，我是想着你如果之后学习累了。 到时候也可以有个休息的地方嘛。那我们去吃点东西。嗯。哦，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一个月要多少钱？会不会很贵？我觉得如果太贵的话，是不是没必要？你是怕我没钱？嗯。没有。 我是怕你乱花。这点钱我还是有的，我是想着这个地方不是离你学校近吗？这样你以后休息的时间也能多一点。把手伸出来。干嘛？ 以后。 这里是宿舍202，那个空调好像坏掉了，怎么办呀？哎呦，现在暑假，周围修过也修起来，没办法处理，可能要等开学之后了。那我自己找人来修可以吗？哎，那我是不建议啊，因为如果修坏了，你还得赔。哦，可是真的很热呀。要不你想想其他办法。嗯，我知道了，拜拜。 啊，这样啊？我去接你啊。接我去哪儿？去我家呀。你在学校等我，我现在过去。好。
好凉快。来，热坏了吧？嗯。把鞋换上。快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这些都是挑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给你买的。嗯。我今天就先吃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不尝尝？嗯。可以了，剩下的明天再吃。好。尝尝。嗯。你吃。不要，第一口你先吃。好吃吗？嗯。如果你以后住过来这边，天天都有这些东西吃。你要不要去洗个澡啊？厕所里那些洗漱的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嗯，你在宿舍不是热坏了吗？赶快去洗吧。嗯，好的，那我去了。洗完了，他怎么换了睡衣啊？在那干嘛呢？啊，我在处理工作。他玩游戏啊？还是之前的那个游戏吗？陪我一起玩。之前有玩过这个吗？嗯，玩给你看看。一技能是往外面射，二技能范围的。教你玩游戏呢。你来试试。嗯。来。买个装备。用技能打的了。把扣子解开吗？嗯。嗯。要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看向你的瞬间 ，Is that kind of love that falls from heaven？To hide the soft you dance on my mind， 曾经偷偷的掩盖，藏在时光的爱。你笑得像冬日里的
温柔绕过指尖，想亲眼你满天的飞雪。I got nothing to hide, lots of you dance on my mind, 心无旁骛的依赖，用尽力气相爱。This moment is crystal clear, 穿越过了时间和人海。You know this is meant to be.明天是不是还要上班啊？要不然早点休息啊。嗯，对，我确实也有点困，要不还是早点休息。很早的工作，还要忙一下。记得锁门啊。